享事成。哇，我终于可以笑。是因为 Ella 姐选择了我。吴倩，没想到今年《乘风2023》这个节目请了那么多具有话题度的姐姐，但最火的会是一个外国人。如今美伊里亚的网络投票已经快直逼7000万了，第二名的谢娜投票数才1000多万，名副其实的断层第一了。据说这个投票数不仅破了浪姐这个节目的记录，也破了近年来国内综艺选秀节目的记录。舞台还在继续，觉得美伊里亚的最终投票会超过1亿。这次二次元真是给内娱点了小小震撼，伴随着美伊里亚的爆火，两位姐姐也是被她带飞了。这两位姐姐，一位是陈冰，一位是龚琳娜。陈冰投票的时候，由于不少美伊里亚的粉丝看错了头像，纷纷把票误投给了美伊里亚头像上面的姐姐陈冰，使得陈冰的投票数像发了洪水一样暴涨到200多万，人气一度冲进前三名，仅次于美伊里亚谢娜。后来明白过来的粉丝开始呼吁大家，让大家不要投错了票，然后陈冰的票数才再也没有大幅涨过了。而陈冰因为二次元错投这件事儿也算赚足了眼球，因为二次元投错票这个事情不仅曾给他送上了人气第三的高位，还多次给他送上了热搜，让他着实获得了一波关注。所以后来一公比完，陈冰被淘汰的话题被冲上了热搜，一公过后被淘汰的姐姐有好几个，但是她却是网友认为最为可惜的一个。而网友之所以这么认为，是因为她在节目里面的表现很亮眼吗？我觉得可能有，但并不多，因为她出舞台的排名并不是很理想。33位姐姐，她排在第28位，也就是倒数第6名。然后一公公演，他们也没有赢。他们的秀《孤单芭蕾》在9大舞台中排名倒数第4。一公输了比赛，让观众意难平的舞台有花海，有 Problem， 但没有孤单芭蕾。至于她本人，也没有在他们那场秀中有亮眼的表现。他们秀表现亮眼的是一段独舞的谢欣和唱了一段韩语 rap 的秋瓷炫，所以他想靠出舞台和一公表演出圈很难。我觉得出舞台排名倒数和一公表现平平的他之所以被淘汰，让广大网友意难平，更多的是因为二次元的错投，让他有被更多人所关注，认识到他不仅长得美，还是个大 vocal， 所以才会为他一轮游而感到很可惜。不过这一波错投热度来得太迟了，但说迟也不迟，因为有了这一波错投热度的加持，他也算离开的轰轰烈烈了。龚琳娜一公选曲，龚琳娜选择了和美伊里亚合作花海。虽然两个人都有神曲傍身，龚琳娜有神曲忐忑，美伊里亚有神曲极乐净土，但却完全是两个不同风格的人。不过没想到他们在一起合作起来却非常的搭。龚琳娜穿上她很少穿的粉色真的挺好看的，和美伊里亚合作的花海也唯美而动听。最后比赛结果虽然是花海输给了刘惜君和卢靖姗唱的吻别，但是花海却赢得了广大网友的认可。一公最受关注的舞台应该也就是花海了，大大小小递上了10多个热搜，算是虽败犹荣了。节目之外，网友也被他们的神仙友谊所感动，还给他们起了一个 CP 名，叫做铃芽之旅。看着他们俩在节目里面相处得很和谐友好，美伊里亚的粉丝甚至还号召大家给龚琳娜投票。这一号召不但让龚琳娜投票数迅速破了百万，还把龚琳娜送上了人气前七的位置上去，仅排在美伊里亚、谢娜、徐怀钰、 Ella、 刘惜君、 Ella 之后。龚琳娜这一下才算是直接被美伊里亚带飞了，龚琳娜这运气也是没谁了。有时不得不说，选择大于努力，唱功了得，没有被乘风创始人选择，却明智地选择了潜在顶流美伊里亚。龚琳娜有眼光，她现在和美伊里亚这个组合非常火，他们表演的花海已经成为了继《极乐净土》之外新的神曲。龚琳娜比陈冰幸运，因为这波热度起来的时候，龚琳娜还没有被淘汰，所以感觉这波热度可以助攻她，让她可能挺进节目的总决赛。浪姐4改名《乘风2023》，来自日本的23线歌手凭借初舞台的炸裂表现，吊打同届参赛者，一首《极乐净土》不仅唤醒了沉寂多年的二次
次元疯狂阿丽，在平台发起的初舞台直拍解锁的投票环节，在临近尾声时，以超过6000万的案例票数，吊打包括昔日芒果一姐谢娜在内的各路姐姐，怒刷一波存在感，不禁让人对比去年浪姐三中同样在初舞台后便强势翻红的王心凌，梅里芽的高票数被安利，一方面来自 B 站二次元的再次觉醒，更多的可能仅仅是凑热闹，不想投票给谢娜。谢娜作为曾经的芒果台主持一姐，虽然离开芒果快一年时间了，但是她的参赛仍让很多观众习惯性的把她看作是芒果台的自家人，甚至初舞台的高分数也被看作是捧自己人。但是在初舞台的网络票中，即使以超过1000万的安利值排名第二，却与第一名的美依礼芽票数相差近6倍，让人不得不感慨二次元沉寂多年之后的战斗力之惊人。纵观舞台的表现，美依礼芽唱跳全能，但是与所有选秀类节目类似，专业评审的眼光总是观众的眼光不一致，甚至完全相反。谢娜的初舞台表现即使不是完美，也绝不是一无是处，对于舞台的热爱和能力是有所体现的。或许沈会有一定的个人因素，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。估计谢娜自己也没想到，在芒果台甚至一年不露脸，不仅没翻红，差点复出失败。二次元作为一个久违的小众群体，近几年的影响力早已不如从前。美依礼芽的代表的影响似乎跟她本人并没有太多的关系。更多人记忆里的极乐净土是一个身穿 CK 字母的男生跳舞的 BGM。 对比去年的王心凌，美依礼芽的热度维持要困难许多，除了极乐净土被人熟知的代表作几乎没有，再加国籍和语言障碍，与去年王心凌在初舞台后歌单瞬间霸占热歌榜，全网热搜甚至拉动平台股价相比，确实相差甚远。作为远道而来的外国人，能够在异国偶绽放已属不易，让观众打开了封闭已久的视听，感受到好听且又真唱的表演。从平台发布的投票来看，这只是第一阶段的活动，后续的热度是否持续，还要看二次元是否仍似当年。